此课程由 K-POP 影视综韩语文化院提供。大家好，我是 K-POP 的 Ben。每周 K-POP 将发表两堂约五分钟的课程，在五周后，你将可以顺利的从机场到旅馆使用韩文与韩国人沟通。世宗韩语文化院的李主任亲自帮我们做这一系列课程的韩文示范。第四堂课中，我们要学会如何问路，还有了解对方的回应。首先，我们学会如何说“请直走”。쭉가세요。请跟着李主任放慢说一次。쭉가세요。쭉가세요。请往右转。오른쪽으로돌아가세요。오른쪽으로돌아가세요。오른쪽으로돌아가세요。请往左转。왼쪽으로돌아가세요。왼쪽으로돌아가세요。왼쪽으로돌아가세요。请过马路。길을건너가세요。길을건너가세요。길을건너가세요。那么我们现在来学习如何问路。不好意思，请问要怎么样去希尔顿饭店呢？실례지만힐튼호텔에어떻게갈수있어요？실례지만힐튼호텔에어떻게갈수있어요？실례지만힐튼호텔에어떻게갈수있어요？请往左边走就可以了。왼쪽으로쭉가시면됩니다。왼쪽으로쭉가시면됩니다。왼쪽으로쭉가시면됩니다。只要把这一句왼쪽으로쭉가시면됩니다改成请直走。쭉가세요。请往右转。오른쪽으로돌아가세요。请往左转。왼쪽으로돌아가세요。请过马路。길을건너가세요。就可以变换句子了。我们今天学会了如何问路，还有了解对方的回应。실례지만힐튼호텔에어떻게갈수있어요？왼쪽으로쭉가시면됩니다。실례지만힐튼호텔에어떻게갈수있어요？왼쪽으로쭉가시면됩니다。실례지만힐튼호텔에어떻게갈수있어요？왼쪽으로쭉가시면됩니다。K-POP 建议大家在未来的这一周内，这堂课每天听一次，跟着练习。希望大家到 K-POP 发表下一组课程时就已经熟练了哦。
it poppin'. 소리 지르나 Oh get your hands up O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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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et poppin' O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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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et poppin' O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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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et poppin' 소리 지르나 Oh get your hands up